感觉真好。 这什么都没有，不会有野兽吧？野兽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地儿我都来800回了，怎么可能？哎呦，哎呦，慢点。 天黑了，狼可来了，要吃你的。哎，你看那边景不错，还。哎呦哎呦！哎，怎么了？啊啊！胳膊怎么了？胳膊断了啊！哎呀，好像折了。啊！我的胳膊！啊！没事，没事。我打给你220。哎呀！ 没事儿，你怎么这样啊你？我急死了！急什么呀？我逗你玩呢，生气了，可不带这样的啊，不带生气了。你就是这样，一点正形都没有。哎，看你不小心，呀，快点，往这边来点儿。指甲深，你小心点儿。 哎，菲菲，今儿咱俩采访的挺顺利的啊。还行吧，不过要是没有你就更好了。嘿，这话说的，我怎么了？就是你，老是打断我的提问。那个你还听不出来吗？我是想让你套出更多的信息。切，什么呀？一句都问不到点子上。哎呀，菲菲啊，你呀，真是什么都好，家庭条件好，人长得也漂亮。 你这张嘴呀，总是把人拒之千里之外，真是，要不然你绝对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孩。少跟我贫，开你的车吧。你看看车都开哪了？你看这路啊，也就这样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给苏南继续打电话。这什么鬼地方啊？一点信号都没有。
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坏了啊！我下去看看。是怎么搞的呀？你还老司机呢？就这水平啊？车怎么样了？我这不看着呢吗？坏了坏了坏了！水箱漏水了，我看是没法开了。这怎么办呀？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这手机连个信号也没有，怎么每次出来跟你都有事情？真是倒霉到家了！你这赖我呀？这车出问题又不是我出问题。哎呀，不过也好啊，可以休息休息，还有大美女陪着。何乐而不为啊？坏得好！你少嬉皮笑脸了，下午还得赶回去做采访呢。哎呀，下午还得做采访呢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上厕所去，你也管啊？这么大个人，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？怎么办？手机没有信号，苏南电话又打不通。菲菲，你上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没纸了？什么没带纸啊？菲菲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在山上看到一个红点，而且还在动。哎，你看，就在那儿，能看到。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个人吧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有闲心管这个呢？你能不能赶紧办点正事啊？赶快把这辆车修好了，行不行啊？下午还得回去有事呢。哎呀，搞不好是人家在求救呢。走嘛，咱们上去看看。我可不去，这一去怎么也得半个小时吧？这万一不是呢，不是白耽误时间啊？不是，你这么漂亮一姑娘，怎么这么点爱心都没有呢？啊？菲菲，快看，一个女的晃着红色的衣服，肯定是出事了。快走吧，赶紧过去看看。
我男朋友在哪儿？你帮我说，你男朋友在哪儿？我男朋友刚才从悬崖上摔了下来，就在前面。你们跟我去一趟。带路，走，快点！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。求你们救救他！你们救救他！你们快来！他是我男朋友，刚才他为了救我，从悬崖上摔了下来，流了好多血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还有呼吸，只是有点薄弱。那怎么办？不行，不能让他这么躺着，容易产生窒息。来，给他凑过去。哎，陈师，你别动。你不帮忙也就算了，你管我干嘛呀？说了让你别动。陈师，你走开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多洁癖啊？你懂什么呀？一定要保持地面的平整。你要帮忙吗？ 姑娘，你过来，你跪在他肩膀那里，扶住他的头和脖子。好，陈师，你过来，扶住他的后背和腰。我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翻，记住一定要保持速度一致，否则可能造成脊柱的二次损伤。明白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 行啊，菲菲，看不出来你一富家千金小姐还懂这么多。我学过3个月的急救知识，那像你啊，什么都不会，还敢乱救人？太好了，小七有救了，但是他一直流血。菲菲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姑娘，你先别着急，还算正常。 姑娘，先把东西垫在他脖子这里。哦，好。陈师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你把他下巴向上抬，脑袋尽量向后压。来，小心，小心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没事，气管和肺里没有受伤，自己能呼吸，就是有点弱，但是问题不大。 哎，菲菲，你别动，我给你拍段计时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弄这个？也是。脉搏77，还算正常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您好。 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这去哪儿了？怎么老打不通啊？菲菲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们先安静一下，我要问点情况。你听到我说话吗？如果可以听到，就用动手指或者眨眼的方式告诉我，可以吗？动了，动了，手指动了，手。动一下你没有受伤的腿，还有另外一个手指。 再眨眨眼可以吗？你现在后背或腰有什么剧痛或者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吗？不要睡觉，听到了眨眼告诉我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样？没太大问题，肌腱和意识都正常，呼吸有点弱，可能是失血过多造成的。脉搏、颈椎、脊椎应该没有问题。 意识还是清醒的，但……什么但是？但是什么？你说呀！姑娘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就坐在他身边，陪他说说话，只要不让他睡觉就行。有问题你就叫我们。陈石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姑娘，你别怕，我们就在旁边啊。 菲菲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很严重吗？他的情况不是太好。
不是太好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男孩头部遭受过撞击，而且腿上还血流不止，我们又没有医疗工具，如果不赶快救援的话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他还能撑多久？大概2个小时之后吧。他由于失血过多，脑供血不足，他就会进入昏迷状态，甚至。 意志沉睡不醒，这样的话，即使最后救活了，大脑的损伤也是终身的。2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想救他，也就是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对吗？对，所以必须马上找人去救援。菲菲，这样，我现在马上顺着下山的方向去找人救援，你留在这儿看着他们两个。好，但是动作一定要快。对了。 记得在你沿路走的路线上，一定要折个树枝或者挂个塑料袋什么的做标记，千万别把自己走丢了。这个我有自己的办法，菲菲，你记住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还有，留意手机上的信号，一旦有信号就打出去。我会的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走。姑娘，你听我说。 我现在就下山去找人帮忙救援，在此期间我的同事会在这里陪着你一起照顾他，你们两个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一直到我回来。山里天气多变，你也一定要小心。思南，打扰一下，有点事儿。什么事情这么惊慌失措？ 程氏和菲菲不是去苏麻村采访了吗？可是从中午开始就失去联系了，这手机怎么打都不通。这下午他们还有采访任务呢，时间特别的紧迫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安排别人去？这个设计师我已经约了很长时间了，机会非常难得，错过了会很麻烦的。你看，你先别急。 什么情况？跑不了，你这回。姑娘，你尽量和他说话，让他保持清醒，千万别让他睡着了。我去做一些准备，只要咱们把各自的工作做好了，应该会没事的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你这有床单或者野餐地毯吗？ 有，结实吗？应该结实。好，我去找一些木棍，做个担架。如果我同事一会儿找到人，我们就开始往山下送他，这样也是最省时间的。你照顾他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放心，就在附近。 什么情况？你们是谁啊？啊！快把我放了吧！放了你，想得美！不，哎，你们要钱是吗？我车里有钱，全给你们，不，先把我放了啊！呸！谁要你的钱呀？告诉你，我们跟着等了你3天了，你伤人行凶，别以为跑到这儿我们就逮不着你。为了逮你。
们这奖上鞋都磨坏了好几双，想跑啊？没的你。行凶伤人？那你们找错人了。我是记者，我现在下山有急事儿，先把我放了啊，两位。记者，你连眼镜都没有，你怎么证明你是记者？不是哥们儿，谁告诉你记者就非得戴眼镜啊？行了，你别说，这小子忒滑。二宝，系紧点。好，不，等会儿。我真的是电视台记者，现在山上有人受伤了，我必须得下山找人营救。我叫诚实。诚实。诚实？我看你一点都不诚实，油腔滑调了。就是他，你以为你刮了胡子我们就不认识你？导游，把他带走，走。不，等会儿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是第三视角的记者，我是摄影师。喏，机器在这儿。今天我们外出采访，车子在山腰上抛锚了，恰巧我们那个时候听到山上有人在喊救命。我们上山一看，一哥们儿伤得很严重，血流不止。我的女同事现在就在山上陪着他们，我现在必须马上下山去找人营救，时间不多了，不然他会流很多血，流血身亡，懂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快解开，解开！行了，你先别编了。摄像机，我们家好几个摄像机呢。说的跟真的似的。身份证带了吗？拿出来看看。我没带身份证。我工作证在车上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们可以给我们单位打电话，电话号码是243212212，24小时有人接听。你问他我是不是诚实？哎，这么着吧，咱们都等了三天了，也不在乎这一星半点的，不如我们打个电话，咱们核实一下他信息好吗？可这没有信号怎么打电话呀？咱这有手台。什么？什么？确认一下电话。还疼吗？你哪儿不舒服呀？你哪儿不舒服跟我说。你不能睡啊！不能睡，不能睡。菲菲姐，你快过来啊！他又流血了。糟了，伤口又裂开了，怎么办？我去帮他抱个止血带，能暂时止血。小心点，轻点，轻点。我帮他扎个止血带，能暂时止血，但是时间不能太久，要不然肌肉组织会因为长时间缺血而坏死。收到。你不是告诉我24小时有人接听电话吗？怎么回事？二宝，带走。不是，你们等会儿，你们再试一试，再试一试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陈氏怎么还不回来？不行了，不能再拖下去了，我得看看。不行，姐姐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不会。不会也得会，按我说的去做。你守着他，千万不要让他睡着。好，姐姐，你快点回来。还疼吗？哪儿疼啊？没时间了，让米快听。
的？那就在那边，相信我。你说什么话，我们再不能信了。二宝，带走。啊！你们这就是杀人！都走到这儿了，还不过去看一眼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受伤了。老刘，你看。哎，程师哥，程师哥，我们在这儿呢，程师哥。二宝，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看看。好。老实点。你们是来登山的吗？是。这摔伤的是你男友？是。那边那个男的你认识吗？认识。哦，不认识。他是来救我们的。他说他叫程石，在电视台工作。程石。哎，那还有别人吗？还有一个姐姐。我们刚才等了很久也没有等着人，他就去周围找找，看看谁能来帮我们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看来是真的了。二宝，别愣着，快过来。哎。哎哎，等会儿，帮我解开呀！快走！来，快，帮忙给他抬过来。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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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，小心！来，慢点，慢点。二，走，一，二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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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小心点。山猫，山猫，我是老姚，这里有个伤员需要抢救，在站里做好准备。Over。这个担架是你们做的？是跟他一起那姐姐做的。那他人呢？菲菲人呢？他去找你了呀，你们没碰面吗？找我？坏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哎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先救伤员吧。二宝，来，把伤员抬到咱们站里去。不行，菲菲还在山上，我得去找菲菲。不行，我们几个不能再分开了。这山路你又不熟悉，绝不能一个人走。现在最主要的是救我们伤员，你们的同事，咱们边走边找。走。好吧，先救伤员。来，帮个忙。Thank you.
刚得到消息，交警在一条山间小路上发现了程石和菲菲派的车，而且车上还有车周围都没有人。这么说，他们出事了，咱们赶紧走，快！先别动，一会儿就到了，一会儿就到了，慢点，慢点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菲菲，我去找菲菲，你们抬上岩下山。不行，这山路太复杂，一个人去更危险。 那要不然，我抬上岩下山，你去找菲菲。丽娜，嘘嘘嘘，都别出声。嗯，怎么了？你们听。救命啊！有人吧？菲菲，是菲菲，菲菲，菲菲，慢点。菲菲。 菲菲，你没事吧？还能动吗？啊？不行，我左腿被卡住了，胳膊使不上劲。二宝，快，赶紧把木头抬起来，把人挪过来啊！来，我扶你起来。啊！疼，别动！别动，我看看。 没事，别动，别动，你叫什么呀？我疼。我是问你的名字。菲菲菲。他是你男朋友吗？没死。啊！脱臼了，好了，现在接下来你试的怎么样？嗯，好了，谢谢。来，我扶你起来。 来，我背你。行。慢点。菲菲姐，没事吧？慢点。快走吧。哎，可算把你给找着了。往常看你挺瘦的，没想到你够沉的啊。 没让你背着我，我信你能走。跟你开玩笑的，没嫌你沉，是不是让你分散分散注意力吗？哎，进来，老哥。哎，咱们还得走多久啊？走，咱们这个速度再有20分钟就下山了。20分钟，那咱们抓点紧吧。哎，菲菲，你说咱们立了这么大的功，这市委。 能不能给咱们发点什么奖励奖章之类的啊？想什么呢？我让你急救人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哎，你打住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救人那会儿，脑子里过的全都是雷锋跟罗生教的影子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那时候可是一点私心都没有。你少跟我贫了，你快。啊，你也别睡啊！我告诉你。 我可背不动你了，一会儿。菲菲，菲菲，你没事吧？菲菲，菲菲，菲菲，你别吓我啊！来，怎么了？菲菲，你别吓我。 菲菲，菲菲，你别吓我！流血了，菲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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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真香！来来来来，快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来了吗？来了。 掌声欢迎！来，大家，谢谢姐姐啊，菲菲，真棒！菲菲，我代表组织问候你，好点了吗？没事了，只是头有点痛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开联欢会呢？怎么了？不是给你放了3天假吗？你这么快就复工了？
你们什么时候对工作这么有热情了？反正没什么事了，只是流了点血嘛。不过身体已经康复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没有苏楠你就事儿大了。当时你在救护车上整个人昏过去了，大家都吓死了。你以为真的就是睡一觉这么简单？苏楠，他怎么了？你当时失血过多，整个人休克了。救护车上是苏楠给你输的血。苏楠姐，她去现场了。她当时得知你们失踪以后，第一时间就在各方各面的想办法。要不你以为救援能这么及时吗？还有啊，在这我要再重申一点，以后做事情一定周全一点，这种事情我不希望再发生一次。菲菲，你这次真的是运气好，还好苏楠在现场。苏楠姐，她现在在哪里？办公室。苏楠姐，你醒了，喝点水吧。啊，没有。菲菲怎么样了？啊，她好多了，苏楠姐，你放心吧，现在呀，活蹦乱跳的呢。这是李文博的，他来过。昨天呀，从你在车上晕倒开始，就是他一直在照顾你。我说这个文博哥，他可真够奇怪的呀，明明心里很在乎你，却装作现在这样子。现在他好像去给你熬银耳莲子羹了。行了，苏楠姐，你再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去工作了。好。文博哥。嗯，涂岩。粥熬好了。哎，好了。苏楠醒了吗？你自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什么时候能改改呀？明知道自己晕血，身子骨头这么单薄，还管也不管，想也不想的往上冲，真是自不量力。哎，你要是一直这样安安静静的多好，干嘛总把自己架得那么高啊？活着多累啊！样了，好点了吗？没事儿，就是想来谢谢你，顺便把这花送给你。谢谢你啊。那没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苏楠，赶紧把粥喝了啊，后面还一堆事儿呢。哎，你别忘了啊，徐总预定的期限可快到了，到时候完不成任务，你还得乖乖来我手底下当个小主编呢。菲菲，怎么了？吃坏东西了？去，你才吃坏东西了呢。哎，你们大家都来一下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告诉你。
刚刚去苏南姐办公室的时候啊，发现李文博也在，而且，你们都不用干活了，知不知道时间紧迫呀？明天就是星期六了，还不赶紧准备这期特别节目去？李老师说的对，这期节目风险很大。兔雅、菲菲，你们赶紧去准备稿子。诚实啊，你赶紧去现场，布置场地、灯光。好。郝青年、贾佳，你们去联系嘉宾。这期节目风险特别大，嘉宾极有可能在现场情绪失控，我们务必要做到万无一失。来，各就各位吧，大家加油。风吹散爱的迷雾，忽然间看得清楚，我无谓的付出，你却还不满足，把我的真心亵渎。女大是我